贺主管，干什么？兴师问罪。说清楚。相亲的事。还有什么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你跟我说只是跟别人道歉，但是常欢和从小当天就看到你们去约会。约会？ 有第一次见面就约会的人吗？那帮你回忆一下啊，商场里，一起吃饭，还吃了冰淇淋。那也不是约会啊。哦，那就是承认了，背着我和其他男人见面。同事呢，在非工作时间，只要看到男女在一起，就会认为他们是恋人关系。 你知道，把贺灿阳当成我男朋友的人有多少吗？一看就说啊，你们还有夫妻相啊？一个麻生的能没有夫妻相吗？反正呢，我没有背着你做什么事情，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你而已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必要告诉我？还是觉得？ 我的心情对你来说不重要。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。